先来给大家做一个素食健康卷饼，好不好？你看，焦黄了，啊，上味道了，这个不错。然后再切两个厚厚的薄片，然后再倒上番茄酱，再画一圈，还不错啊。饿了？饿了吗，表哥？很简单的饼子，当然热量还是有点高。如果说我要是吃的话，我应该是不会放那些酱，但这个灵魂就在那些酱。今天的这个素食制作就到这里了，下次见。